好啊好啊。试麦一二三四，试麦试麦一二三四，试麦试麦一二三四，试麦一二三四，试麦试麦一二三四，试麦一二三四。试麦一二三四，试麦试麦一二三四，试麦一二三四，试麦试麦一二三四，试麦试麦一二三四，试麦一二三四，试麦试麦一二三四。冇咗，等等啊！
系，试麦一二三四，试麦一二三四。大家位係大家好啊！咁歡迎咧，咁多位咧就嚟臨我哋呢個智而未智藝術展覽嘅第三場講座啊！咁今日呢個講座題目咧就叫做藝術之後，咁當藝術完成社會介入之後咧，就對於翻藝術家佢哋嘅自身想像咁樣嘅，咁
台上三位的嘉賓呢，其實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了，而他們三位呢，其實剛才都自己已經在這裡談了很久了，現在好像將那個即係傾偈個場合就搬咗上台咁，同大家嚟分享咯。咁喺我身邊呢位就係梁展峰先生啦，咁係香港嘅資深藝術家同埋策展人。咁中間就白相全先生啦，咁亦都係資深嘅藝術家。咁譚偉平亦都係好資深嘅藝術家同埋策展人啦。咁亦都係我哋呢一個中大嘅藝術文學碩士課程嘅而家嘅總監嚟嘅，咁都真係事不宜遲啦。咁首先咧一係問一問咁多位咧，就係因為咁多位嘅藝術咧，其實唔多唔少喺唔同嘅程度或者唔同嘅範圍咧，都有同呢個社會啦或者公眾嘅參與咧都有啲關係嘅。咁不如如果翻去即係最初頭的時候，其實是一些什麼的動力呢，是驅使了大家的藝術是會跟社會有個介入，或者是想鼓勵公眾的參與呢？那看看你們可以去談一下啦。我先啦，應該三個裡面我最不是藝術家，因為我不是做自己的作品，但是個社會介入都有的。但是我的早期的經驗就比較直接跟藝術有關，因為我讀完藝術系之後就畢業，是在不同的機構做藝術展覽的籌劃、統籌或者策劃的工作。所以其實我通常是成日要面對觀眾啊，所以就對於介入呢樣嘢冇概念，但可能成日都喺嗰個狀態裏面。譬如簡單啲就係我以前喺 Parasite Art Space 工作嘅時候咧，我要面對嘅觀眾最多就係要介紹俾佢哋聽啲藝術家啦，或者介紹個展覽啦。咁聽落去好似同介入冇關，但你發現就如果我永遠好似上堂咁講一次嗰啲嘢咧，好快會走嗰啲觀眾。第二就係因為我哋以前嘅 Parasite Art Space 喺普仁街嗰度啦。咁有個特色就係附近有好多小朋友會嚟，跟住咧佢今日嚟完唔出聲走咗啦。第二三日嚟佢會主動同我講：今日個展覽，今次個展覽好睇過上次嗰、那個。但係佢唔會講到俾我聽點解。咁於是我就發現其實我需要同佢有啲交流啦。咁呢個第一個，另一個就係、是因為 Parasite Art Space 好多藝術家嘅結集嘅，咁所以咧有啲老師上嚟唔係睇展覽。尤其是嗰陣時應該係2000年頭啊，突然之間成個中學界好多老師嚟買香港藝術家嘅出版，因為可能工作需要，咁佢就一嚟就唔係睇張，一嚟問我想揾呢個藝術家，你有冇嗰啲嘢，或者呢個藝術家點解？咁我發現就係、是有好多呢種咁嘅互動啦。咁呢個就早期嘅好直接同藝術有關嘅所謂介入，就係我嘅工作上係要好貼近觀眾啦。依家嘅介入就因為我做展覽啦，咁我會成日諗就係點樣先令觀眾投入到藝術家嗰個狀態，或者藝術品裡面嘅內容，而唔係淨係講一次點解，因為我都好怕解釋件作品俾觀眾聽。咁於是我有兩個方向，一就係諗下個展覽佈局啦，另一個方向就係諗下嗰啲配套活動啦。譬如展覽佈局就係我試過最誇張嘅方法，咪將所有擺得上我身嘅作品擺上我個身咯。咁於是我就可以逼啲觀眾就會話你係咪藝術家？咁我梗係話唔係啦。跟住我就可以打蛇隨棍上，就同佢傾偈，講翻啲 artwork， 咁就某個程度嘅一種介入。咁但係當然呢種相對於依家流行嘅社會藝術裡面嗰種介入就冇咁同個社會議題有關，係純粹關於點樣將打通藝術家、藝術品同埋觀眾三者。咁呢種介入咯，咁依家譬如我近呢幾年就多啲中意玩咩咧，就玩做導賞咯，即係用導賞嗰有限嘅個半鐘去令觀眾有一個方法去睇展品咯。因為好多時候我哋習慣咗睇導賞就嗰、那個人知好多嘢咯，我聽佢30分鐘或者一個鐘，聽完我明白呢個展覽，咁就走咯。其實佢反而唔再睇個展覽，咁於是我就會諗有冇啲導賞活動可以令佢聽完我講咧，佢會覺得好似係咁，但又唔係好明白。於是咧，佢其實間接係被逼或者不自覺地需要留喺度睇翻件展品咯。即係我調翻轉覺得，一個有缺陷嘅導賞可能好過嗰種好詳盡嘅導賞，因為我可以幫觀眾留翻低個展覽度。咁我暫時講住咁多當熱身先啦。咁啊，睇下其他。Hello， 聽唔聽到？聽到。
喂，我唔覺得我自己啲作品介入。好大程度我自己啲作品咧，就是、做嘅時候咧，其實冇乜考慮要點樣嚟到處理嘅。咁但係因為我好早期啱畢業嘅時候咧，就喺份報紙度做創作啊。咁所以其實好自然咧，即、就、係、是、你喺報紙度創作咧，同個社會有關係咯。咁真係好慚愧。雖然我喺即係2003年開始喺明報度有個創作嘅版面咧，到而家都仲做緊。但我初頭做報紙嘅時候咧，我自己連報紙都唔睇。咁係後來慢慢學，即係其實你要嚟到去介入一件事嘅時候咧，係仲慢慢去理解一啲嘢咯。咁我自己覺得我其實唔係有個 form 介入嘅，其實係由我自己介入先嘅。即係我覺得我入咗件事情，入咗社會事件，然之後我啲作品慢慢就會入去。其實我自己 personal 路連我其實比較 enjoy 做嘅作品咧，係一啲好似文青嗰啲作品咁樣嘅，即係喃喃自語啊，中意匿喺屋企度畫兩條線啊。跟住中意將啲嘢搞下搞下，咁樣就變咗做屋企嘅小擺設咁喺度咁。咁對於我嚟講咧，即係個精神啊，對於嚟講嗰個成個心理嘅嗰種狀況咧，係最舒服嘅咯。咁但係我唔知點解咧，人哋記得我都係嗰啲政治作品啦。咁而家都有少少危險。喂喂，大家好先啦。因為我自己有幾個唔同嘅角色啦，咁所以裏邊一般人會理解我就係做藝術教育啦。咁所以裏邊咧，依個藝術教育嘅時候，佢介入其實係比較即係一to一嘅，即係雖然有一班人啊，但係其實裏邊就係睇教育其實一個 art education 係一種好 individual 嘅一個 processing 嚟嘅。咁所以裏邊依個就係比較近距離啲啦，我叫做另一方面，其實我又之前有唔同嘅工作啦。咁裏邊都牽涉到譬如喺做策展嘅部分，無論係喺公營博物館裏邊策展啊，或者私營嘅地方度策展啊，咁裏邊其實好清楚，其實佢有一啲 target audience 喺嗰度。咁依 target audience 嘅時候咧，其實另一個要考慮嘅時候就係面對公眾。所以個公眾嘅時候，其實個 definition 咧，你可以話係好廣，又可以係好窄。咁而家同埋咧，其實佢都好 problematic 嘅。即係 problematic 嘅意思，即係話當一個展覽展出嘅時候，其實佢首要嘅時候就話我要面對緊一個公眾，即係話好多人。但係同一時間嘅時候咧，其實佢點樣去 define 翻公眾呢個 terms 嘅時候，其實佢本身已經有問題嘅。依種問題嘅時候就會影響到點樣如何策展呢一樣嘢。即係如果係細啲嘅 space 嘅時候，咁好多時候就會諗圈子啦，即係話藝術圈子係第一個。想法啦，第二個時候就有可能就係啲街坊啦，即係喺翻附近嘅時候。咁所以裏邊咧，如果喺museum嘅時候咧，佢冇講到話要 numbers 啊，要幾多人，但係裏邊咧，佢成個 museum 嗰個strategy 咧，其實佢都係要希望 achieve 到多啲人數。但係依樣嘢其實係兩面睇，都係當我去進入咗依個體制嘅時候，我理解到，譬如喺香港嘅時候，佢嘅博物藝術館嗰個模式咧，其實佢係講緊一種以一個城市博物館嘅模式，所以裏邊咧佢唔係純粹藝術，雖然佢叫藝術館啊嚇，所以裏邊咧佢由 start up 嘅時候喺中央圖大會堂嗰陣時嘅時候，佢基本上已經將佢分類咗，即係話有 Chinese art， 有 有 modern art。跟住裏邊咧又有依、外銷畫或者係文物、中國文物諸如此類。咁所以裏邊咧，當我哋去要求佢做，喂點解你唔咩嘅時候，做唔到好藝術啊？所謂大即係話藝術嗰個層次嘅時候，咁所以裏邊咧，佢有一啲原因令到嗰件事慢慢行落嚟嘅時候，佢變成咗一個 numbers 啊，即係我哋簡單嘅時候就係理解啊，佢只不過追求數字，但係其實佢嘅理念真係想一個大眾。咁所以裏邊依個又係唔同。咁我翻翻嚟自己創作嘅時候，我估同阿相傳裏邊都，我覺得由藝術家有陣時，我自己分得好，我都分得好開嘅，即係藝術同藝術圈我分得好開。頭先我講嗰啲咧，全部都係藝術圈。我做藝術教育啊，我做即係話策展啊，或者做之前有partners 有做雜誌啊，或者諸如此類嘅嘢嘅時候。咁所以裏邊嗰個，我覺得仲係喺藝術圈裏邊。藝術我想保持翻一種好自私，有可能真係好自己嘅一種取態。但係
當做咗咁多年嘅時候，我知道唔可以咯。即係我開頭嘅時候，其實我細個嘅時候其實係怕人，怕人就唔作品裏邊係冇人嘅。而裏邊慢慢嘅時候，我覺得唔可以，即係嗰種怕嘅時候，唔係真係怕。我覺得人係複雜，複雜到我細個嗰陣時候我 handle 唔到。咁但係慢慢大個嗰陣時候嘗試咯，用唔同嘅創作去理解緊呢種咁嘅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咯。咁所以我相信係而家都係嘅，即係話去翻而家我諗都係依十零年比較多啲啦，即係relational art 啊，或者諸如此類嘅嘢嘅時候，佢都係講緊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咯。咁啊出現唔同嘅 forms， 咁依個我覺得係仲可以探討。咁我就暫時講到依度先，唔該。喂，咁係多謝三位嘅分享啊。咁其實都想追問落去咧，就係因為做藝術創作啦，或者策展嘅時候咧。咁即係有時藝術就顧名思義咧，係你需要去有一啲沉澱啊、累積啊，之後就做一個再想像咁樣嘅過程咁樣。咁但係而家即係嗰個社會咧，就當然發生好多事啦，有疫情啊，或者其他啲社會事件咁樣。咁即係呢啲咁嘅事件咧，係好即係好即時，亦都即時得嚟，亦都好激烈咁樣嘅。咁呢一個同藝術嘅嗰種頭先講嘅沉澱啊、累積咧。會唔會係即係有一個咁樣嘅矛盾喺度，以致咧其實藝術咧嘅介入咧點樣都係需要係喺嗰啲社會事件發生之後，跟住藝術家或者策展人嘅一啲反思啊、沉澱之後，先可以再做出嚟咧。我諗每個人嘅取態唔同嘅，即係都有啲好多 artist 嘅作品咧係喺嗰個。現場咧，即係可能係個運動現場咧，其實佢想嚟到針對嘅係嗰個成個運動本身裏邊嘅一啲嘅諗法嘅。咁佢唔係咪冇沉澱過咧？我覺得有嘅，但係佢嗰種方式就係當下佢俾咗反應先，然之後咧慢慢之後咧就住嗰件事再延伸開嚟嘅時候咧，佢再呼佢嘅其他嘅方式嚟到回應翻佢咯咁。咁但係因為我哋本身嗰個訓練咧，就令到我哋其實係好容易 stay back 嚟到睇嘢，即係我哋中意去睇美術館睇作品嘅時候，我哋係翹住手睇噶嘛，即係你唔會教你去搞下啲嘢，然之後嚟到去搞互動噶嘛。美術館教你 train 出嚟嘅人就係你要行後少少，你要思考型，你通過你嘅閱，你嘅視覺閱讀理解件事之後咧，諗完佢之後咧，再俾反應。即係其實我哋成件事都係教緊我哋點嚟到退後睇嘢噶。咁變咗我哋個狀況都係好容易，就係我哋其實面對件事件嘅時候咧，我寧願嚟到退後沉澱咗件事先嚟到睇嘢咯。咁我自己嘅經歷就係2014年嘅時候，即係雨傘運動大家喺個示威現場嘅時候咧，我其實我唔係唔想嚟到去將我個創作投入入去啊，而係發覺做唔到啊。一來我個創作嘅本質咧，其實佢唔係要喺現場度好似俾一個號令。或者俾一個好 sharp 嘅一種諗法嚟到去做一件事嘅，因為我嘅創作本質係永遠都係 diversify 嘅，即係啲嘢永遠係向外喺度折射緊嘅。俾個水樽你，你又諗到可能啲水嘅水平線、個藍色嘅蓋咁樣樣，即係呢啲咁嘅作品擺喺個運動現場咧，你搞到人哋亂曬，其實好無謂嘅。所以我覺得唔係所有 artist 嘅作品喺個現場底下係有效果，或者可能需要喺嗰度咯。咁但係咪代表我哋唔使需要喺現場咧？呢個兩回事嚟嘅。即係如果你認同嗰個運動嘅時候，你喺現場咧就是用一個個體嘅身份去參加咯。但你參加嘅時候，你個人你就係累積緊當下嘅經驗啦。呢個係好重要嘅，我覺得。即係呢種經驗係令你同成個氣氛、成個環境咧有一個好真實、好實在嘅一個結合喺度咯。咁我個狀況係點樣咧？就係、是、哇！而家講呢啲其實都幾危險。我的狀況就是參加完之後咧，因為去到一個高峰啊，即係個人嘅想像喺一個高峰啊，就覺得喂有想像喎，我哋可以喺尼敦道瞓喺度望住天空嘅月亮，想像一下喎，尼敦道嚟嘅喎，那個管理你有幾多可能可以瞓喺條馬路就，即係喺嗰刻嘅時候，你覺得呢個係一個浪漫嘅一個 dream 嚟㗎。咁成個推嘅運動推前就係咁樣樣咯，包括。舊年嘅2019年到舊年嘅運動都係成個推前都係令到我哋想像緊一件事係好浪漫嘅一個頂峰，即係如果唔係咁推咧，我哋係唔會向即係群眾係唔會向前走嘅。
咁但係呢個頂峰去到前面嘅時候咧，一扯開嗰個 platform， 你地下搭住嗰塊 platform 嘅時候咧，你成個人下墜咗落嚟啊！即係嗰種承接力咧，我覺得自己承接唔到嘅。咁我個狀況就係跟住成個節奏去，亦都承接唔到，亦都 collapse， 亦都 break down 咗成個人嘅。咁但係喺我爬翻起身嘅時間咧，我覺得我個創作係支撐咗成件事咯。咁我差唔多用咗三四年嘅時間咧，就做咗一啲創作叫做《暗夢牆子》啊，就係去個 chord 裏邊咧，只係聽 chord 嘅啫。其實我都唔係聽添啊，係入到去俾自己喺嗰個環境嘅氣氛底下咧，自己可以鎮靜翻落嚟。咁做咗少少嘢啦，即係可能我只係俾隻手喺個畫筆喺個畫簿度紙喺度喐咁樣樣啦。咁慢慢 build 咗一啲圖案啊，嗰啲圖案就後來成我創作嗰啲元素咯。咁冇乜用嘅，對人嚟講冇影響嘅，即係你又唔會幫到你，又唔幫到佢，可能幫到我少少啦。但係整體我唔發表，其實冇人知道。咁但係嗰個狀況就係後來再繼續延伸落去，我發表咗之後嗰啲嘢，其實對同路人可能某一種形成某一種支持，可能形成某一種 healing 嘅作用。我 healing 完自己之後，對人有種 healing。嗱呢個唔係我想嘅，但係佢有咁嘅效果出現咯。但係呢個效果嘅出現咧，其實同你同喺個運動裏面你自己嗰個結合嘅結合點係點結合有關，即係我翹住手好似喺美術館睇嘢咁樣睇翻個運動做一件作品咁去睇嘅時候咧，我相信我唔會做到啲嘢，我亦都相信我唔會 collapse 嘅，但係就因為嗰個 collapse 一個人先編合到啲嘢出嚟。我諗翻起有可能唔係因為有事件先做藝術。即係調翻轉，其實又係要諗翻喺創作最開始嗰個源頭，其實係點樣去對於外部世界嗰個 awareness。細細個嗰陣時候，有可能咧，仲係好都一樣啦。我諗都係幾無知，但係起碼有一個興趣係想知咯。即係你知道自己無知嘅時候，你想知嘅時候，咁即係話透過當時我仲記得細個係睇我唔知係咪八十年代啦，應該唔係七十年代，應該差唔多嗰啲八十年代。咁嗰度而家嚟講已經即係都係屬於少數嘅一啲當時一啲討論社會啊、文化、政治諸如此類嘅刊物。咁嗰陣時都係十零歲到咯。咁嗰陣時仲未創作添嘅。咁但係呢種咁嘅 awareness 嘅時候，其實係我覺得係一路累積，而裏邊去到一個當社會有一啲大啲嘅事件出現嘅時候，點樣係再加深對某一方面嘅認識咯？這個我覺得係這個就開始咗有一種，我覺得係互動，即係話受個社會裏邊去影響咗。咁依個互動嘅時候，都會去追問緊我諗會睇多啲書啦，理解多啲人啦。再追問緊一啲最根本嘅問題。如果係舉實例啲嘅時候，甚至乎有一啲虛無，好虛無縹緲嘅，即係話人，即係而家我而家嘅創作有可能關於人嘅意識點解會成立，同嗰個社會事件完全無關係嘅，可以無關係。人嗰個意識嘅成立裏邊，佢關乎到一個最開先，其實個 race， 其實個所謂嗰個 race 啊。你喺邊度出世？你喺即係時空限定，即係康德講時空限制咗我哋嘅，已經限制咗我哋嘅一種生存嘅空間，甚至乎我嗰個思考嗰、那個format， 即係話你喺嗰個時代，唔係我哋想啊，只不過我哋喺呢個時代誕生嘅時候，我哋就因應呢個時代裏邊有一種回應啦。咁所以裏邊呢個嘅時候，我覺得係我哋受好多唔同嘅。即係諗翻轉頭，我想諗將某一啲因素，我哋嘅習慣點解形成啊？我哋有冇辦法去打破一啲我覺得係偏見啊嚇，偏見。甚至乎我哋人會有一種保護嘅意識，即係話咧，我哋其實有可能係自己同自己講緊大話。咁所以裏邊咧，呢啲咁嘅創作嘅我叫做元素啦，佢令到我去重新思考翻，當我套入翻。我受社會的某一些事件去刺激，我去想多了嘢，跟住我做，佢又影響翻我創作喎。因為裏邊我自己有一種 self-realization 嘅一個 processing 啊嘛。咁影響我創作嘅時候，好自然地
那些作品的時候就是去探索那些問題，但是並非好像相傳所說，它有少少是都是那個training，即是一個 step back 一點。但是現在現代藝術的時候，不是當代藝術的時候，裡面出現了很多不同的做法，甚至乎打破這種所謂的 step back， 自己又再重新去反思了，即是就再 question 回我自己為什麼開始的時候受這種模式所限制我的思想。所以裡面這個 process 是一路我覺得是不會完的，我相信，還有能力推翻自己，即係呢個我自己，我諗個學習嘅時候有可能就係自己同自己學習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都有意思，不過都唔容易，因為面對最真實嗰個自己，即係自己都有一層係自己欺騙緊自己嘅時候。咁所以裏邊嗰樣嘢，我覺得係更加複雜。好，輪流發表。我其實有少少接近白雙元嗰個講法，就其實都有好多種 artist 嘅。譬如呢幾年咁多個事件裏面，我哋都會睇藝術家邊個位啊咁樣。但係其實好早已經有人講就係，有好多藝術家正正就係以一個普通嘅市民身份參與緊成件事，介入緊。因為我自己其實越嚟越最介意就係當我講藝術介入社唔係。藝術介入社會或者藝術家進入社區，有一個我不欣賞的地方，就是藝術家好像原來之前不是屬於這個社會，社會需要我們藝術家，所以我們終於出現了。在我的理解不是，尤其是現在工作、知識各方面需要令到我是以一個社會學和視覺文化的角度去理解藝術的時候，我會覺得就是我們太過俾個大社會個價值觀，令我哋用一種知識嚟肯定，有通過知識去確立自己嘅社會位置咯。咁其實唔一定係咁樣啦，甚至可能唔應該係咁樣。依家個問題就係，我會覺得我哋太容易以一個功能性嘅角度去期望藝術家對呢個社會有咩貢獻，而我覺得藝術家同其他人一樣，佢都係可以，同埋佢已經係以佢喺佢喺佢自己嘅位置揾一個佢認為適合、適當同埋能力許可嘅地方去做啲嘢。譬如好似阿雙田話齋，有啲 artist lay back 啲嘅，咁所以佢其實唔係好似我哋媒體見到嗰種，哇！呢個震撼嘅年代一定要企喺橋上面畫一張畫記錄嗰個歷史，唔係呢只咯，而係佢喺下低掃緊垃圾咯，派緊飯，蒸緊飯團。你佢亦都唔會話俾你聽，你唔問佢，你都唔知佢係 artist 咁樣。咁當然有一隻我哋比較容易接受，甚至容易喺媒體見到嘅，依家清晰好多，就係其實我哋作為一個社會嘅一份子，我唔需要下下淨係用我嘅專業知識去投入呢個社會，或者幫助或者改變呢個社會。具體例子，過去可能覺得我以為係一個奇葩嚟嘅，即係應該歷史久唔久先出現，但係今年已經出現咗，就係最少有六個同藝術知識有關嘅專業人士在我們的區議會裡面，兩個至三個 artist， 另外三個是有藝術背景而沒有創作的，所以這個已經體現到這件事了。反而我反過來是不 buy 那種，你是藝術家，你來我們社區應該給我一些東西，然後我就覺得你給那些東西沒理由你來煮飯，你怎麼都畫張畫給我。我想 我不是這種，而是譬如更重要就是 lay back 那個關鍵是藝術。我想我最近嘗試將杜威嗰套或者好實用主義嗰套嘅美學觀去講，就係話其實藝術最大價值唔係整嚿嘢出嚟咯，而係提供一個唔同嘅視點，而要點樣達到呢個視點咧，就需要有一個歷程咯，要有一個經驗。所以點解我哋好多時依家講嘅社會介入同埋社區藝術，重要不是最後嗰件物件，而係成個 workshop 啊，成個活動裡面藝術家或者同地區的人士之間的相處呢，會有很多溝通，有很多活動發生。那些活動不是為玩，即是你作為一個活動就有玩的成分，但其實就是個過程就會改變到那個社區人士和藝術家之間互相怎樣去理解對方。於是呢，其實最大價值不是有沒有美在裡面，而是有一個轉念，我叫做，或者用一個再白一點講法，就是觀點的改變，你才有一些新的可能性。而我都不敢講啲可能性夠唔夠創意，而係大家都互相認識對方，而個過程係改變咗自己原有嘅睇法咯。
咁呢個我覺得就係個介入。而我甚至要補充一句就係，從來藝術家同埋藝術品都喺個藝術唔係喺個社會裏面嘅，所以冇嗰個介唔介入係一個特定嘅觀點去討論嗰個主客關係嘅啫。具體例子就係、是、啊。歷史上不如我哋讀書就唔會教嘅，就係、是、咁你藝術家搞咁多組織，其實唔係純粹為咗自己想做個展覽所以走埋一齊，而係都係當時對當時嗰個社會結構嘅不滿而造成嘛。譬如點解會有站咩無名畫會，就係、是、對喺法國嘅藝術學院嗰套嘅沙龍嘅選作品去。周年展覽嗰個結構我唔 buy， 咁咪出嚟咯。咁於是成班印象派畫佬咪出嚟擺個展覽，跟住然後再俾評論家笑佢，哇！你畫啲嘢真係好印象派喎、啊、咁樣。咁其實成件事之間都係一個互相介入嚟，因為我覺得藝術社群本身喺個社會裏面，但係我反而覺得依家係藝術社群作為一個社群係被忽略，反而只係期待緊佢以專業去貢獻緊個社會。所以我做得唔係我關注，我做得唔多，但我關注反而多啲就係、是、究竟藝術家佢有冇一個社會嘅除咗責任之外，佢可以享有嘅權益喺邊咯？譬如大家都經歷過啦，我張 contract 點解寫極都係唔喺我嗰邊嘅，喺佢嗰邊嘅，我永遠都係要我使曬啲錢，我個 artist fee 先收到嘅，即係嗰啲咯。咁所以我會咁樣睇藝術同藝術圈或者藝術社群嗰個關係。其實我有好多嘅問題想繼續問三位咁樣，咁因為不過嗰啲問題可能即係頭先我腦裏邊咧，其實嗰個方向可能都會幾唔同咁樣。不過因為啱啱Jeff 講完咧，可能繼續問咗 Jeff 先咧，就係、是、即係因為頭先 Jeff 講嘅就多啲係 practical 啲咁有一啲可能聽上嚟會係同即係真係而家嘅一啲叫做政府或者官方架構嘅一啲即係可能點講好咧？即係一啲關係咁樣啦。咁如果講得白啲，就係話其實頭先講嘅係都好理想嘅。咁但係真係落實到而家尤其疫情咁樣啦，咁你藝術家好多時都係欠缺一啲funding 咁樣。咁我要同政府去申請啊，等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候都好難即係尤其新進藝術家好難唔去要跟佢嗰、那個架構裏邊嘅規則咁樣，係嘛？即係當然可能我哋都知道其實都唔想話係我去社區跟住就做一件所謂公共雕塑咁樣，跟住大家就見到就好似有個藝術品咁樣。咁但係為佢批錢，佢嗰個人就係想見到啲乜嘢？我只係講啲例子啦，因為應該係我最 practical 啦，咁多個字嘅。藝術俾我哋嘅最大啟發咪就係揾 alternative 咯。譬如我教書咪提咯，即係你都要照申請一啲官方嘅錢，但係你永遠都要諗多一條出路咯。具體例子就係呢個展覽咯。如果我嘅理解冇錯，大家都係夾錢開嘅啫嘛，呢個展覽你。咁都係一件事啦，因為我已經同個朋友仔講，咁當年火炭頭嗰三年最少三年啦，都唔係問政府攞錢噶，咁一樣做到啦。第二就係依家我諗太多媒體，你睇一啲例子都好清楚，就係、是、搞藝術或者搞文創嘢，冇可能淨係諗一啲既有嘅渠道咯，甚至我唔強調佢係咪官方渠道，即係總之現有嘅遊戲規則唔係關於我跟定唔跟，而係關於喺現有嘅遊戲規則，我仲可以有幾多嘢咧？譬如我啱啱前兩期嘅時刻導賞員嗰個活動介紹啲展覽合社就係一個最好例子啦。其實合社嘅例子好代表到香港嗰個地嘅問題嘅啫嘛，用分租嘅方法嚟去維持個營運咯，即係我大租咗個地方，大家都可以做展覽。咁但係你有興趣，你做你嘅展覽，你過嚟。俾翻少少租我，咁我又繼續做我嘅展覽，都係一個。另一個就係依家最興嘅文創方法，就係功夫加足球啊嘛。藝術加啲唔拉更嘅嘢，但係嗰樣嘢可以幫到藝術去營運，咁咪得咯。譬如依家有好常見就係展覽加 F&B 啦，或者係展覽加賣書啦咁樣。咁第二就係、是，但係我個人強調唔係關於錢啦，而係關於你點樣連結到一啲同你嘅價值觀一樣啦。
但係同你嘅能力唔同啦。咁於是咪就可以一隊足球隊咯？有人做前鋒、中場、後衞，咁齊腳咪開波咯。我使乜你一定要佢畫個球場俾我啫？我到時自己畫一個咪得咯，咁樣咯。冇啊，我都好認同阿 Jeff 嘅講法嘅。咁就，但係呢個去翻藝術家身上面咧，我都亦都覺得係睇下藝術家嗰個本身嗰個創作嘅形式咧係點樣樣嘅。即係你好似如果我呢種咁樣嘅形式咧，其實我冇乜 form 嘅，即係其實可以隨時變嘅。咁變咗嗰個環境點變咧，其實唔影響嘅。咁但係調翻轉就係其實有冇唔同嘅 artist 做唔同類型嘅嘢咁？有啲 artist 可能真係佢係好專注喺度畫啲好大嘅畫咁。咁其實佢係要一個好實際，需要有一個 space 啦，燈光好啲啦，個場 standard 啲啦咁。咁對於佢嚟講咧，你話佢叫佢 away from 嗰個官方嘅嗰個嘅展示空間咧，其實有難度嘅。咁我覺得喺唔同嘅 case 係要唔同嘅考慮。我自己藝術創作方面嘅時候，我估係有陣時係有資源，即係攞到 public funding 咁樣啦。有陣時係冇 funding 嘅，大部分嘅時候其實係應該話有一啲 project 我係做幾年冇 funding 嗰陣時候，你咪攤場嚟做咯。即係同一時間我尤其是早年創作，即係而家譬如年輕藝術家去投訴話，因為我而家冇資源啦，所以我就影響咗我的創作。咁我諗翻轉頭我自己咧，即係唔係話佢錯㗎嚇？我諗翻我自己啫，我自己嘅時候就係、是、我咪用自己嘅收入，但係我攤長幾年嚟做咯。咁我同一時間我對某幾樣嘢都有興趣。咁我咧 project 早年嘅 project 有啲係兩年三年，最長有五年六年嘅都有，咁係 self funded 嘅。咁但係到一啲位置嘅時候，哦頭先相傳講啊，唔係啊 Jeff 講 alternative 咧，我都好認同，因為我自己嘅時候，無論喺香港裏邊有 resources 啦，有陣時攞到啦，有陣時唔係嘅參加外邊嘅，咁所以裏邊咧個資源係由外邊嘅人俾我做，個資源唔係就係資金喎，即係我覺得最難嘅時候係個嗰所謂嗰個機會係你有個場地，有啲 project 我喺香港做唔到，譬如一啲 land art 咁。佢可以俾到一個地俾我，或者俾到一啲喺嗰度先做到嘅，即係香港好多 regulation 噶嘛，做唔到。咁所以裏邊咧，我係好 treasure 依啲咁嘅機會。咁所以依個 alternative 好緊要。香港就算翻翻去嗰陣時，何志平年代，即係陳雲去做佢嗰個軍師啦，都叫做軍師啦。咁其實嗰陣時咧就講啦，香港咧其實係行緊一個 columns 嘅 funding system。即係話唔好俾一個組織獨大，即係話唔好淨係 ADC 做曬所有 funding 嘅嘢。咁所以裏邊咧，佢 HAB 有 funding， 你可以向 HAB 依個唔得，嗰個唔得，私人嘅，所以佢提倡私人嘅一啲贊助。雖然我哋冇所謂嘅即係一個 percent 嘅即係公共藝術資金啊，好似其他美國啊、台灣咁樣。咁但係咧。你又估唔到香港裏邊嗰個資金咧，即係如果私人嘅資金咧，其實如果佢冇 policy， 有陣時係俾得唔錯嘅，即係裏邊佢俾到嘅 support 其實係有好多種類喺度。咁所以裏邊咧，依個 alternatives 咧，其實我覺得而家我覺得仲係咁樣嘅。雖然有可能有啲差咗嚇，有啲地方差咗，但係我覺得依、這個都係咁樣。我另一個想分享的時候就係，因為我另一個角色我不是藝術家的時候，咁嗰陣時做藝術地圖，咁裏邊咧其實嗰、那個一開始的時候咧，基本上做一個嗰陣時個諗法就是想香港個嗰陣時嘅問題其實是個 information 不足夠去推廣藝術，或者我哋知道社會裏面發生緊咩事。開頭做嗰陣時咧係一個 leaflet， 係得個三節或四節嘅啫，咁裏邊咧講緊幾千蚊嘅，自己去搜集資料啊，揾一個 part-time designer， 咁裏邊做到嘅，第一個月、第二個月已經可以 balance 嘅啦，因為咁嘅，但係就要自己去跟住攞去同館長去傾啊，攞去同事攞去半島酒店啊，咁裏邊咧就用另一種嘅方法去。做緊一個社會，我覺得嗱，即係我唔離題先啊，即係我覺得係一個介入緊社會嘅嗰種介入緊嘅社會嘅時候，但係裏邊去到一個
一啲樽口位嘅時候咧，你係可以 balance， 但係發展唔到嘛。如果攞 ADC 嘅 funding， 佢就會將你所有嘢去到某一個位度吸你，咁你係唔可以有 surplus 嘅。咁我睇到依樣嘢嘅時候就係發覺原來我哋可以做到某樣嘢，但係我哋唔可以發展，同埋我成日都會俾人自己冇嗰個 autonomy 啊，即係一個自主性喺度，點樣我應該做乜應該做乜。咁所以你喺依度嘅時候就要再諗啦。咁好多時候啲人會覺得啊，你走商業。但是、我覺得那陣時候我都想 set 一個，我不覺得我自己完全是商業的，但是我要借助商業，在香港這個社會裏面借助商業作為拿一個 funding 去支持藝術。這個我覺得就是、做雜誌很多時候、有些人說、啊、你的資金不知道在哪裡來的，很神秘的，即是是不是台灣給錢你，不知道哪裡給錢你這樣做。所以裡面有很多這些估算在裡面，但是我自己很問心，我知道我是賺緊 art consultancy 的錢，做雜誌一年我想蝕600,000左右，因為你說廣告那些其實是、你打開本雜誌你知道幾千元、啊、最多一個 package 20,000元，就是幾期，這個是很現實的問題來的，資源那樣東西怎樣，我們是在拿社會資源，但是你怎麼拿嘛，那個問題是那香港我覺得應該是找最有錢的人，政府之外就是地產商，如果我賺到的錢的時候我就投放，即是我左手來右手去，這樣做不到的時候蝕了，那就沒有了，即是這個，但是裡面有一些商業這個運作模式我覺得是很踩界，很多人以為、啊、你做商業的時候是我要 make 一個好像 profit 的東西，但是看看你花了哪裡而已，還有這個我覺得是、在個社會裡面怎樣由一個 price轉成一個 values 依樣嘢，咁我即係我諗依啲嘢其實係要好多，其實而家好多 artist 好多 organisation individual 係努力緊依樣嘢。雖然即係頭先阿 Jeff 講就話我呢啲我哋講緊啲好似好 practical 嘅問題咧，咁但係其實我又聽翻咧，我就會覺得係即係都係用緊啲即係近乎藝術嘅方法咧嚟去點樣將呢個所謂 practicality。以外的一些即打破這種 practicality， 就將一些不可能的東西呢就想一下可不可以都變得成 practical 樣，所以其實再想回呢又好像跟藝術的創作呢、不可以說沒有關係樣，我就會想起可能就是藝術 所說的那種詩意，再、即再、回應回剛才白湘泉和譚慧平說的，即例如白湘泉說一個浪漫的頂峰啊，譚偉平講的就是即係一啲人的意識的初始，跟住再一個不斷反思咧。咁所以如果即係我將詩意係叫做定義為一啲無目的性嘅嘢啦，想像性嘅嘢、抽象嘅嘢咧，咁我又諗起即係一個又係同政治藝術好出名嘅個藝術家 Francis Salis 咧，即係講過話詩意嘅行為係可以政治嘅，咁有時政治行為亦都係可以詩意。咁所以我想問一下三位，會唔會覺得即係詩意呢樣嘢咧，其實就係藝術或者藝術創作嘅，可唔可以話係最後一個一道防線，或者最後一個堡壘咁樣咯？咁心你嚟。咁我接住講，我希望唔好好似教書咁樣，我驚俾人話。而家咧，即係又睇翻咧。其實成個社會裏邊，即係尤其是我喺英國讀書啦。咁英國讀書嗰陣時候，其實要理解到嗰個地方嘅一個文化。咁理解嗰個文化嘅時候，嗰陣時都係有意無意啦，都唔係咁即係蠢蠢地咁樣。但係唔知點解會讀哲學嘅時候，咁讀哲學嗰陣時候就讀一開始嘅時候就讀 Plato 先，跟住讀 Descartes， 跟住咧讀John Millet， 即係講緊一個係 The Republic， 即係一個第二嘅時候係講緊一種 meditation， 即係懷疑論。第三嘅時候就係講緊 utilitarianism， 即係翻譯一個不好的叫功利主義，但是就是理解到英國人的思維是怎樣。到現在我覺得我都比較理解一點，因為透過這件事好像講遠了，好像。但是裡面呢我留意到、Plato 的時候呢裡面去講一種，其實他講藝術嘛，他講藝術是一個比較，他只不過是模仿，所以裡面呢他是比較較低一點的位置。
咁呢個就關乎自己嘅事，自己嘅事，即係自己做創作。哎呀，乜我哋咁低咁啊嚇，自己嘅位置咁低嘅咁樣。咁但係裏邊咧，就我再去理解嘅時候咧，就係、是、喺當時嗰個社會啊，其實喺 Plato 講緊一種一種 republic 呢個 idea， 用一個理性去統治個社會嘅時候，其實首先佢排除咗奴隸。佢排除咗好似係女性添，咁所以裏邊咧，佢係講緊某一個人嘅一種統治嘅模式，而裏邊依個係西方裏邊基本上咁多年以嚟都係一個 foundation 嚟。但係喺當時嚟講，其實佢係我感覺啊，我唔係一個歷史學家或者一個philosopher， 但係當時其實應該就係、是最流行的流行文化應該還是講一個那些 tragedies 啊、comedies 啊，那些叫什麼悲劇喜劇。咁所以裏邊咧，如果是由荷馬年代去到 Plato 年代二三百年咧，那個影響很大。即是話其實 Plato 應該佢最對抗緊依、這個。驚住藝術，其實我覺得有少少係將藝術壓展嘅時候咧，其實佢係驚住依種荷馬式嘅，或者喺悲劇式裏邊咧，去刺激緊人嘅情感、語言，甚至乎詩啊，因為裏邊佢其實同詩嗰方面好近，兩三個人啊喺度讀，係咪啊？讀一個對白啊，點樣可以用個文字？所以裏邊咧，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是一個社會，如果是早年的時候，它最大的 power 應該是詩意。所以裡面調回轉是個理性在後面將某種那個是很日常性的，即是如果、我看回、關智韻老師，我上堂也有叫同學看 YouTube 的，看回、關智韻老師講的時候，當時其實就是其實是有看肉犯他可以放他出來走去看悲劇，還有他講得很好笑，他說那時候是有這個補助的，跟資源有關的，每個 citizen 呢其實他是有補助補貼，補貼你去看悲劇，即是等於現在生果金，他這樣說現在生果金就是給你去吃東西，那時候他那個必需品就是文化藝術詩意。而這個改變的時候，我再去看回的時候很有趣，就是為什麼人的文明其實是越來越低落，現在藝術是一個非常邊緣化的一個活動，雖然我現在我們在這裡講我們 關心藝術文化在社會的功能，但是大部分程度上來講，其實我們已經邊緣化得很重要，但是以前的時候呢不是的，是一個每個人都參與的一個活動來的。好，謝謝。啊，你啊，估你唔到嘅，應該你冇編制噶嘛，你。唔係，我嘗試睇下點嚟去答你呢個問題啫，因為其實都有人形容過我啲作品係詩意嘅。同意嘅。咁就但係坦白講，做嘅時候真係冇諗嗰件事係咪要詩意咁做，但係。想翻轉頭，好多作品做嘅時候咧，佢出嚟嗰、那個嗰、那個位置，你會人哋睇到嗰種詩意咧，可能有兩個位置值得講嘅，即係第一個位置就係嘅嗰個喺個創作過程裏邊咧，你嚟到去做嗰件作品嘅時候咧，其實你係一種好自由嗰種狀態，所以其實你 explore 緊嘅嘢咧，去到你 explore 嘅過程裏邊咧，其實係最貼近你最需要嗰個狀態。咁你個反應係好深刻嘅，即係喺你裏邊最深刻嘅位置俾個反應俾佢。咁對於我嚟講，嗰、那個位置產生嘅嘢咧，我自己都 feel 到嗰種力量俾我咯。而呢樣嘢喺其他人嘅嗰個世界裏邊咧，睇嘅觀看嘅世界裏邊咧，佢亦都感受到嗰種詩意嘅。咁係啦，就咁多啦，我都冇乜答。我諗我就唔叻直接答呢啲問題。因為可能我個人即係係啦，但係我調翻轉嚟想講就係、是，當你話嗰樣嘢好詩意嘅時候，你其實已經俾緊一個價值判斷佢，嗰件事係傾向好多個壞。
咁而我覺得有樣嘢我哋每個人都做緊，只不過藝術家做得明顯啲，就係去判斷一樣嘢靚唔靚咯。咁通常我哋傳統讀書學嗰啲就可以用頭先嗰套嗰啲美學理論啊，或者哲學理論啦。咁但係我會嘗試用另一個就係所謂社會學角度，就係點解我哋會重視品味咧？點解我哋會對有啲嘢會喺一種品味層面或者美學層面講好壞咧？其實就係一種價值判斷。我哋每個人都會需要價值判斷嚟肯定眼前嗰嚿嘢，同埋間接同直接地通過肯定眼前嗰嚿嘢，肯定翻自己喺成個大環境嘅位置。咁而我想講嘅就係話，其實我哋每日都做緊呢啲詩意嘅實踐，或者我用翻個學術字眼就係、是。一些 everyday aesthetic practice， 一些日常我們都在做的美學的實踐，就是我穿這對鞋好還是不穿那對鞋好，不是純粹一個 functional 的嘛，很明顯是有一個美在這裡，而那個美也不是純粹一個無目的的美，而是你想去透過去肯定自己和對方，甚至再闊一點兩者的關係。而我想說的就是說其實我們每天都在做的美的實踐，而這些美的實踐不是純粹個人 的感覺那麼簡單，而是我哋對成個大環境嘅一啲約定俗成嘅一啲反應，同埋一啲協商啦，唔一定係妥協嘅。即係具體例子就係、是、我諗大家呢幾年嘅衣著都好清楚啦。你嘅衣著唔係純粹關於美噶嘛，你嘅顏色係一件事嚟噶嘛，咁嗰啲咯。咁我咁樣去睇美嘅當代實踐咯。咁所以你話藝術咁重唔重要？所以依家我會覺得我更加有興趣睇嘅就係一般人的藝術實踐咯。即係點解我哋會覺得啊，得閒睇下畫廊都好喎、啊，咁樣係一件事嚟噶嘛？就係、是、想肯定自己嗰個社會價值或者存在價值啊嘛。又或者啊，都學下畫都好喎、啊。雖然我唔係諗住做藝術家，但係學呢啲對我嗰個陶冶性情喎、啊。咁點解我哋咁覺得要陶冶性情啫？咁其實係對個人嘅所謂 well-being 嘅重視啊嘛。咁係咯，我會用一種比較 pragmatic 啲嘅一個實用嘅角度講，就係、是。詩意的實踐或者包含詩意的美學的實踐是重要的，其實存在只不過在不同角色的人所面對的外在條件互動之下，他那個實踐的程度和類型有所不同這樣。因為我們這個行業應該少說一點，就是哲學有一個小的分支，就是講緊 everyday aesthetics， 就是日常所出現的美學。那我們討論的不是什麼美學，而是美學作為一種呈現，究竟它在我們日常是怎樣被使用的。譬如就是通常我們總是覺得衰人的樣子是衰醜一點，即是可能不是的嘛，其實所以你看到就是美學的實踐有一種當代的角度講的，就是一種價值的判斷。藝術類似這個情況，就是你做藝術其實你就是一種具體化你對一些價值的判斷這樣。聽到這裡我又想追問，就是因為剛才 Jeff 就即係講就話係一個日常，其實係可以話係每個人嘅一個人所以為人，佢都能夠去做嘅一啲判斷咁樣。咁跟住譚偉平就講到話，不過藝術圈其實而家面對一個問題，可能係有少少被邊緣化咁樣咧。咁唔知三位會覺得其實藝術又好，詩意又好，日常美學實踐又好，其實即係下一步係即係唔好話全世界啦，喺香港。香港人是可以怎樣走下去，或者你們會預計是怎樣走下去呢？哇，估你不到啊，食神啊，生存你來了，你是你應該是前瞻的。我講插一插先啊。生存是最有詩意的人，我覺得像一個詩人，千萬不要這樣說。那我其實在報紙做了很久，其實在報紙做的時候你很直接面對緊幾樣嘢啦，就係、是、其實你面對緊嘅讀者是一般觀眾嚟嘅，即係其實佢 even 連可能去畫廊、去美術館都不會去的人都有嘅，即係可能是屋企裏邊打一張報紙的爸爸媽媽咁樣。咁所以在做報紙的過程裏邊咧，其實都成日要答呢個問題嘅，即係其實自己做的嘢係俾咩人睇咁樣啦。咁當然我哋都想像緊嗰啲人是對文藝有多啲興趣嘅。但是你會知道其實他們可能的接收呢真的是一般人的接收咯。我自己就站在一個一般人的角度來想一些什麼東西你留下在這裡他是會想接收，接收的時候是會覺得對他來說是一種煙水呢。我自己的切入位是很簡單的，就是我披自己在這個 role 來 explore 我身邊的世界，看
有啲咩嘢觸動咗我，我就攞嚟用咯。咁其實兩方面嘅，即係第一方面就係其實你喺日常嘅生活裏面，正如頭先阿 Jeff 話，即係喺日常嘅生活裏面嗰種美學咧，包括你揀對鞋點揀，你朝頭早嘅時候個頭點梳咧，其實我哋內置咗係有一種judgement 同埋一個選擇喺度，或者可能係我哋嘅美學嘅一種傾向喺度啦。咁其實嗰啲嘢咧係可以 pick up 出嚟咧嚟到去講嘅。即係例如點解你中意將啲嘢幾件擺埋一齊咧？其實可能你係對某一種工整性咧，你有一種傾向。而嗰種工整性對嘅傾向對你嚟講咧，係感覺到舒服嘅。咁一般人其實只係會慣咗件事咯。但係 as an artist， 你就其實係可以 pick up 呢件事出嚟嚟到去討論咯。當你能夠討論嘅時候，呢件事喺其他人嘅世界裏邊咧，佢就會自然浮現咗出嚟。再欣賞呢個世界嘅時候咧，佢就多咗個 layer 嘅。咁我覺得我哋as an artist 咧，其實係好多時候係提供緊一種新嘅角度、新嘅切入位嘅。頭先講係一種生活上面嘅新嘅角度入去啦，所以我哋喺度想像緊我哋一個咁有限，尤其而家啦，我哋所擁有嘅嘢其實會越嚟越收窄嘅。即係喺我哋咁有限、越嚟越收窄嘅嘢裏面，你點樣嚟到去 project 翻多啲嘅角度、多啲方向出嚟咧？係我哋其中一個解決我哋日常生活想像嘅一個好重要的一件事嚟㗎。咁我覺得喺呢件事上面咧 ，artist 係有角色喺度嘅，因為我諗即係我諗你都 feel 到啦，即係大部分 artist 嘅朋友，你會覺得佢哋嘅情緒特別起伏得高低啲㗎啦。個原因係因為佢個感知嗰個能力咧係會敏鋭啲嘅，亦都係因為呢個咁樣樣嘅感知能力敏鋭啲咧，所以佢創作嘅時候咧，佢情感容易流露，容易投入入去。咁我哋覺得 artist as professional 其中一樣嘢就係其實佢呢種感知好敏鋭嘅狀況咧。是可以幫我們發現到一些新的一些感覺或者新的一些角度進去。在日常層面是一件事，另一件事就是其實在那個社會的整個層面來處理這件事。其實有些事發生了，你當是什麼呢？就當一個 problem 去處理得的，即其實是有些 problem 出現了，有些問題出現了，它是在你面前的了，你是不是都要面對它的？但你有什麼新的方式、新的角度進 去理它呢？即是現在我們可以什麼都不說得了，那是不是 artist 是可以發明一種新的語言，讓我們說到一些東西，抒發到某種情感，但是又不來到去踩界呢？那這些我覺得是很實際的東西，我們現在面對著，也都是要來到去給反應。當然我們當下即刻來的時候，你的反應可能各個人都有異，亦都可能很多人會單機都不頂的。但是你要來到去 survive 的時候呢，你就會慢慢萌生了一種呢應對的方法出來的。我相信 artist 其實在這個位置呢是會深刻很多的，相對於其他那個 類別的專業。我這裡年紀最大最老，我慢慢看到我自己的限制在哪裡。當然不是年輕一代，因為人生在不同階段裡面，他面對不同的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階段，你追求你有一個build up， 你慢慢開始懷疑，你再推翻他，在這種這樣的過程裡面，我想做 artist 有一個奢侈啊，我講奢侈嘅部分就係、是、佢可以無時無刻去諗住一啲咁嘅嘢。喺個社會裏邊咧，唔係好多人有依種咁嘅條件或者依種 awareness 去無時無刻去思考緊嗰樣嘢。依、這個係佢嘅好處。佢嘅 limitation 就係調翻轉，我覺得係。是關於選擇咯，都唔可以話 limitations。個選擇嘅時候就係話，我而家嘅時候我冇辦法，我年紀或者其他嘢，我冇辦法去做依啲啦。我選擇咗做依啲。我同一時間唔可以做十樣嘢嚇，有可能我做好兩樣嘢，或者甚至乎做好一樣嘢。我諗依一個就係我嘅選擇咯。咁依個係翻去一個 daily life 裏邊嘅，即係話人當每個人當。而家我哋仲有選擇，無論喺外在環境幾困難都好，我相信佢內在仲有選擇。而呢度嘅時候，嗰種選擇你俾咗幾多嘅 proportion 係自己嗰種不斷思考嗰個模式好緊要。係啦，我諗唔到其他嘢，唔該。好
咁我諗都差唔多，睇下台下嘅觀眾會唔會都有問題想問。咁不如我自己以觀眾嘅身份問一題啦。其實就可能就未必應該話同呢個藝術創作多啲關係嘅，就係因為其實都睇無論係策展定係一個藝術創作嘅一開始嘅一啲意念或者啲點子咧，其實我有時都想問就係、是、其實一啲意念可能係好好嘅，可能好到咧。會唔會係即係唔知各位有冇經驗試過，就係、是、好到我見到你用文字寫出嚟咧，其實已經係足夠如果你再變成作品咧，就反而好似限制咗嗰個意念咁樣咯。睇下有冇咁樣嘅經驗分享。我覺得係有嘅，即係其實唔同嘅，我哋其實點即係你做創作咧？你做任何媒介都係嘅，其實你係講嗰個準確度啊，即係其實你嗰啲嘢你想講嘅時候，或者種情感想表達嘅時候，佢個準確度係點樣嚟到去用咩媒介嚟表達出嚟，用咩方式、咩時間擺咩地方表達出嚟咧，其實都影響佢個準確度嘅。咁個準確度我哋係計算緊啲咩咧？就係其實計算緊我哋想表達嗰樣嘢同接收嘅人接收嘅時候嗰種對應嗰種關係。即係我哋如果有 100% 嘅時候，我都想去接收到接近 100% 咯，咁樣。咁事實係有啲作品冇需要做出嚟，我自己覺得，但有啲作品你唔做出嚟咧，其實佢咧係會減弱咗佢嗰個作品嘅嗰種力量嘅。咁我可以舉下我自己啲例子咁樣，例如我一件作品叫做等一個朋友咁樣啦。咁其實好柒嘅啫，就係喺條街度咧，企喺度咧，就等下睇下幾耐有個朋友喺你面前行過咁樣啦。咁其實是個 idea 嚟嘅，你聽你都理解到嘅，係咪？但聽理解到，你唔覺得有嗰種 surprise 啊嘛？就有個人等埋俾你睇，嗰個人出現咗，然之後將後面嘅故仔講埋俾你聽咧，你就覺得嗰啲係一件事咯。咁呢類嘅作品咧，係需要用一個佢哋去 perform 出嚟或者做出嚟咧，嚟證明佢嗰個存在嘅價值嘅。咁但係有啲作品真係唔使嘅，即係例如我啲好多作品咧，一句句子就搞掂。即係例如我有件作品咧，就有一日咧就睇到個 moon 字啊。MOOM 個 moon 字，咁我諗起一件事喎 ，moon 嘅讀音好似個滿字喎，滿月個滿啊，咁兩個字其實連埋咗一齊咧，其實就有一種關係喺度咯。跟住我再諗多句咧，就係 moon 嗰個字裏邊咧，其實係兩個滿月嚟嘅，因為兩個 O 字咧就好似兩個滿月喺裏邊咯。咁我唔使特登做件雕塑出嚟雕個 moon 字喺度，然之後話俾你聽呢件事咁，我講完你都接收曬啦。我覺得有啲係地方你做多咗係令件事減弱咗嘅，尤其 concept 做嘅嘢咧，有啲位置就係我哋要講 precise 咯，越準確咧就其實令我哋接收嘅人咧接收得越準，越多你想接收嘅嘢去接收嘅嘢。我中意承接你個例子講嗰個創作咩做出嚟係咪好到唔需要做出嚟，或者如果做出嚟唔夠好嗰樣嘢，即係頭先等一個人嗰、那個。作品咪係一個例子，尤其是我唔係創作嘛，我就會諗就係、是，頭先阿雙傳嗰個 idea 咧，喺我個 mental reality 喺個腦裏面好正，但我點樣可以將呢個正傳遞到俾觀眾咧？咁於是我就要期待佢 propose 俾我嗰個所謂展示方式係咩？咁譬如頭先佢講嘅，可能要講個古仔出嚟啊，如果我冇記錯，當時明報就有張相啦。有個文字講啦，咁我又會諗就係要保持佢嗰份浪嗰、那個作品嘅浪漫，呢、這個係咪反而唔係一個最好嘅呈現方式咧？但係呢個呈現方式就係將嗰個好嘅 idea 咧，由個 mental reality 咧帶翻去個 physical reality。咁呢度就牽涉我哋視覺藝術成日面對嘅問題咯。其實所有你眼見到嘅嘢都係一種 representation 嚟嘅啫，佢只係一個 signifier。但係唔同人收到呢個 signifier 咧，攞到嘅 signifier 即係個 meaning 咧，簡單啲講。是不同的嘛，如果不同就是正正因为那个 presentation 的方法。於是我就要作为一个第三者要好听一点就叫同他一起谈，不好听一点就要互相在这里 challenge 或者 discuss 怎样才做得好。所以那个所谓有没有一个 formula， 我怀疑不是有没有 formula， 而是当那件事一出到来的现实世界呢，那嚿东西本身是一嚿东西来的，可能是独立于原本在 mental reality 里面
諗到嗰嚿嘢嘅好。咁於是咧，所以對我嚟講，藝術嘅一種存在嗰個有趣就係，佢從來都好似一個硬幣啦，同一時間有兩面，只不過因應唔同條件咧，大部分人只可以睇到呢個硬幣其中一面，然後去推斷另外嗰面係點樣。咁呢個就係我作為一個睇藝術嘅人覺得最有趣嘅地方咯。咁譬如例子就係頭先嗰啲咯，即係我睇阿白相傳佢作品，我會睇下，啊佢個 idea 真係幾正，於是我成日久唔久以前會串佢咧。但係你個 presentation 咁樣，我覺得唔夠咯，可以第二啲方法。或者調翻轉我話，喂，其實你獨立個 presentation 嘅嘢，我覺得好睇過你個 idea， 即係你見我不斷咁樣討論呢啲嘢咁樣。我相信咧就有好多種唔同嘅 artist 用唔同嘅方法去做創作。咁頭先睇到講緊嘅係某一種 artist 去做啦。咁呢個咧其實我某種程度上我因為教書緣故咧，我覺得呢個問題好纏繞住啲學生嘅。即係究竟，喂，你個 concept 點啊？跟住我，你個物料點啊？你嘅做法點？咁但係我就嘗試自己嗰個經驗咧，我覺得冇咁快去二分法嘅，或者我自己嘅創作經驗裏邊咧，其實係一路變化緊，應該話。即係話一開始嘅時候，有可能我對頭先講啦，對人嗰個經驗少，咁我唯一可以擁有嘅資本就係我個想法，我個腦，我對經驗唔夠。人際嘅經驗唔夠，咁我咪用個腦去解決我周邊嘅嘢咯。咁你可以話係 idea conceptual art 嗰個類別啊，但係細個都唔係好識嘅，唔知道自己做乜嘢。因為調翻轉，因為我缺乏某一啲嘢。當我有能力啦，我想去睇個世界，咁我就要去進入個世界嗰度，無論攝影啦，或者拍紀錄片啦。咁所以裏邊又會另一個感受，我係用緊一種我有啲嘢係缺少咗，我要去再。我知道我缺少了什么，我要去探索一下。但到去譬如再近一点的时候，有可能我是做了一些装置，我觉得那样东西的时候不是纯粹啊，这个是装置艺术，其实是里面为什么那些人见到一件物件他会回想另一些东西，他经验一个 space 的时候，他有一个 emotional 的 attachment， 这些是讲不到的，这个都不是一个艺术家去完全掌握晒，即是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估啦，市民大众啦，就会说这件艺术品讲什么的，是不是，就是想拿个答案嘛。但是调转他入到去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个 self-realization， 究竟我有什么问题浮现到出来呢？这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做法来的，一个就是我纯粹理解你做什么，另一个呢是我自己进入了去，不是个艺术家讲给你听做什么，是你自己一个 self-awareness。 所以我之前说尝试去一种 consciousness 里面，究竟它牵涉什么呢，不是我想讲给你听是什么，而是透过艺术这种经验，它有可能每个人进去的时候产生不同的感觉。另外的时候，当我做到一个作品，有可能跟 theatre 合作的，個裝置就是個文本，那我是沒有文本的，即是沒有文字的，但是就是用個整個裝置去影響了個演員的演出，或者所有其他的 test 我們是分開做的。那做完這個的時候是完全沒有文字的，現在我做的時候呢，基本上是全 dialogue 的，即是剛做完這件作品的時候，完全是一個 dialogue 來的，兩個對話。咁所以裏邊咧，我覺得因應就唔係嗰種好快嘅二分法，文字就講咗藝術，即係個視覺嗰個 representation 喺中間裏邊咧，其實有一種好長嘅一種醖釀。當然啦，我唔係用個文字去解釋件作品啦，都唔係 artist statement 啦。點解文字你睇詩嘅時候，你有冇問題啊？佢帶出想像啊嘛，佢唔係走去將嗰個作品拉低咗，即係呢個我覺得係。咁當然文字有好多種類嚇，我有純粹嘅 text， 有係 document， 即係一個 documentation， 一個係詩，係咪有好多文體？而裏邊我哋應該再細心啲去理解一下。調翻轉，我覺得文字嗰個可塑性，而影像裏邊個可塑性，我哋做視覺藝術嘅時候，我哋應該大部分會嘗試唔同嘅理解。但係當兩樣結合嘅時候，佢又會產生咩？我俾你睇咗一個 text， 跟住俾你睇個影像。前後或者我俾你睇個影像先，跟住俾你睇 test， 呢個前後嘅
安排其實在個裝置裏面已經完全有一個不同的一個反應了。所以裏面我覺得我自己的經驗，剛才我講一開始每個藝術家有很多不同的創作方法。我想問一下，其實啱啱譚先生就講咗，依家藝術係被邊緣化噶嘛？好可能係咪會就係因為現今嘅人都講求功能性，好似梁先生所講嘅藝術都係講求功能性。但如果當你哋可唔可以將藝術犧牲自己嘅個人理念，變成功能性犧牲嘅藝術理念，即係例如主張美或者感化嘅力量？而去轉化成功能性去挽救或者去改變呢個現象，咁你哋覺得呢個方法又可唔可行呢？功能性現象係咩嘛？功能性即係將嗰個功能性犧牲就挽救。將呢樣嘢變成功能性咯，你明唔明我講咩？即係主要係，即係因為其實人就係可能有個傾向係功能性嘅，其實係追求實用嘅。咁點解唔可以將藝術就係同呢個功能性結合？藝術就嚟表達一種功能性，或者係serve 佢呢個功能性嘅目的咁樣。我想是大家對功能性的界線有些不同的，即是我反而覺得就是不嬲都很功能性的，即是只是用不同的人標準個百分比，個功能性的百分比多定少，同埋嗰個成效是很快已經見到定見不到。剛才提過其中一個功能性就是轉念嘛，其實改變一個觀點已經是一個很有目、好有價值 的效益嚟。只不過如果用你的講法，可能我就要咁我你的講法，我的理解即係話咧，你覺得就應該個藝術家一開始不是想人轉念，而係只係佢自己想做自己的創作。咁但係件嘢做咗出嚟之後咧，有個觀眾睇完呢樣嘢咧，佢能夠成功有所轉念，咁於是你會覺得咧，這個藝術家做呢樣嘢就冇功能性嘅，嗰啲效果咧係 side product 嚟，即係我咁樣去理描述我對你理解對功能性期望。而我通過咁樣描述話俾你聽，就係我嘅理解嘅功能性就比較虛啲或者鬆啲，就係其實從來都係功能性，因為對我嚟講，做創作就係一種美學嘅實踐咯。美學嘅實踐背後就係一種個人嘅一種價值實踐嘅一種方法。只不過美術嘅產品相對於其他嘅生產，你會冇咁容易見到嗰個效果咯。譬如頭先轉念一聽就知好抽象啦。二就係佢藝術品唔會咁快落入經濟系統啦。至少依家我哋熟悉嘅畫廊系統都係啊，唔會咁快。咁所以我哋覺得嗰個效益唔明顯啫。我會咁樣睇咯。咁所以我會覺得佢從來都有功能性，但係佢係唔係一個好 effective 同埋好 visible 嘅功能性咧？咁我會覺得唔同藝術家嘅能力和取捨之下就會有分別咯，咁樣咯。所以點解另一隻藝術我哋叫 apply art 咯 ，architecture 啊 ，design art， 其實佢相對於 artist 反而可能被要求嗰個功能性係好快見效咯。所謂嘅 visual communication， 哇！你即刻都睇唔明就覺得唔 OK， 但係 artist 畫嘅 painting， 我哋可能會接受，睇明唔緊要，我俾多兩分鐘佢。我睇下我睇唔到，或者我翻屋企睇完本書先再翻嚟睇。咁嗰個我諗嗰個要求唔同意，我嘅角度我嘅立場，於是我擺喺呢啲因素成為一種所謂社會學角度嘅一啲外在因素構成咯。而外在因素具體橋段就係我哋對唔同年代唔同時空之下，我哋一般人對藝術嘅定義有唔同。咁於是我哋就構成咗某一啲條件去理解我哋眼前嗰嚿嘢咯。我因為佢係 painter 畫嘅嘢，所以我願意俾多啲時間去睇。哦，唔係呢個就係因為 designer 做嘅 poster， 所以我就覺得你好快要俾我知道個 message 咁樣。如果唔係，我覺得你唔係一個 professional 嘅 designer 咁樣咯。頭先講到藝術被邊緣化啦。如果喺香港呢個社會裏邊咧，我先啦，因為裏邊其他唔同地方，我覺得有唔同嘅有分別嘅。香港呢個地方嘅時候，嗰種邊緣化直接啲講嘅時候，係同嗰個人嗰、那個
我自己嗰陣時講咧，直頭就係用一種社會學嘅角度咧，社會進入咗一個服務業嘅年代，喺八九十年代，即係話我哋覺得成個思維模式嗰種服務業，九十幾年代之前係有七十年代有受工業。人嗰、那個，你唔好以為手工業嘅就係你係 labor 嘅，即係你係勤做緊做嗰啲嘢。我爸媽嗰啲，即係我媽阿媽喺工廠裏做咧。咁我細個都有去。其實佢哋咧每日咁遇到，因為佢唔係一個整好加工一個大機器，所謂嗰種其實係輕工業啦。裏邊咧，就要用唔同嘅方法去解決啲問題。譬如一個機器係有可能 overheat 咗，或者嗰個流嗰個生產線或者再 smooth。其實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日常要解決問題嘅嘢嘅能力嘅，但係當進入咗90%係服務業即係話包括咗金融啊，所有嘅嘢嘅時候咧，成個香港裏邊咧，其實我哋用緊一種制度去街住我哋嘅生活，即係裏邊咧，我哋有可能借外國，我哋借 professional 去講緊嗱，我哋要跟住我哋跟規矩係咪啊？全部都是跟規矩的，而家冇乜你，甚至乎你入去茶餐廳都好啦，佢會改變曬係咪啊？嗱，你一定要咁樣 step by step， 因為我自己做過後 work 嘅，嗰陣時候我都學過 management 嘅，即係老細教我嘅時候點樣擺啲鹽啊，邊日去炸雞翼啊，幾時去做乜嘢，其實是一個 management， 全部都有規有矩，所以裏邊咧調翻轉啦，就開始咗依種。一種社會上的一種模式啊，這個模式正正就是令到有一些可能性。我哋唔好講藝術依個名字啊，即係依個名詞，即係話畫畫嗰種藝術啊，係一本基本人一種對應生活嗰種思維係好鎖得好緊。依、這個先係最大嘅問題。當然我哋可以話政府做得唔好，依、這個又唔個老細係最衰噶啦嚇，全部都係個老細衰曬嚇。你可以咁講嘅，但係你歸根究底嘅時候，你諗翻轉頭嘅時候，我哋就係依一個模式嘅生產者，甚至乎我哋八九十年代嘅人，佢哋嘅小朋友就係我哋而家嘅依一代叫做嚇。嗰、那個問題其實我哋喺邊度咧？要諗一諗咯。即係如果我追殺嘅時候就係、是。點解有依種改變嘅時候，冇辦法去恢復翻某一啲鬆動可能性嘅時候，生活上嘅鬆動啊，其實係我哋只不過會更加嚴謹，而唔係純粹話政府啊、政治啊所有嘅嗰、那個係喺上邊壓落嚟，底層我覺得係另一樣嘢。而裏邊個底層，我哋唔將佢理解清楚嘅時候，我哋唔會改變。我哋只不過做上緊，而家社會嘅衝突喺依度，冇喺依度發生過。我想問一下咧，啱啱白相傳先生講到咧，藝術家其中一個特質就喺日常生活揾啲細節出嚟啦，跟住就思考，然後咧就透過製作一件藝術品去俾觀眾一個新嘅視點啊嘛。但係如果咁樣講嘅話咧，藝術家同哲學家有冇啲咩好大嘅分別啊？因為哲學家好似都係做緊同一樣嘢，只不過佢哋係俾一個 theory 去。俾讀者一個新嘅觀點啦。咁喺呢方面嘅話，藝術家有冇啲咩好獨特嘅價值啊？喂，我冇涉貼呢個哲學啊，所以咧就呢方面咧就呢、這個同下一個講座大家要密切留意啦。咁樣就唔係好答到你嘅。但係我即係調翻轉用翻我嘅角度，係想 artist 嚟去答你就係、是，其實我哋閱讀呢個世界嘅方式有啲唔同嘅。即係我講我哋啲朋友或者我哋做創作啲朋友啦，其實你一睇一件嘢咧，你係會散曬咁去睇，然之後咧將啲 detail 位咧嚟到去歸納咗嚟，再嚟到去思考一件事嘅。咁但係如果你好 logical 嚟到睇，例如睇一篇文章咁樣樣咧，你一定係由頭睇到落尾歸納咗佢嚟到去再俾翻反應噶嘛。咁就係呢個咁可能呢個咁嘅視覺閱讀嘅方式咁唔同咧，所以其實你最表層最開始 capture 嘅嘢咧。其實會有啲唔同嘅，跟住再組織嘅時候咧，你諗嘅角度都有啲唔同嘅。咁我覺得嗱，即係可能出嚟嘅嘢，可能係完全唔同方向嘅，但係你最少係 project 咗一種唔同嘅嘢出嚟。sorry 好贊成阿雙全嗰個講法，因為
哲學裏面佢其實係一個體系嚟嘅，即係佢一個自我一路係一個 ontological 嘅一種體系。佢由開始產生，跟住慢慢嘅時候自我辯證，跟住再研發問題，再 self-realization， 即係依度一路係自己同自己答辯。剛才阿雙全講得好好，我覺得藝術家我哋面對緊好多唔同嘅可能性，佢冇一個純粹我哋要答一個問題，我哋冇依個咁嘅前設喺裏邊。但係你一進入去所謂，尤其是喺學院嘅時候，你首先你讀哲學嘅時候，你需要一種思辨嘅能力，即係話嗰種 logic 嘅訓練。但係藝術家正正就唔係咁咯，即係話佢嗰個調翻轉嗰個訓練其實。去睇緊個可能性啊嘛，每個人去睇依個世界可能性唔同啊嘛。點解我要規劃成一個方式咧？咁所以裏邊哲學裏邊而家嗰種自己同自己思辨，其實有自己問題喺度。佢自己解決翻，即係你係咯。Anyway， 即係依個係留翻下一節嘅人講，唔該。真係要聽下一節喎，因為咧根據咧下一節的其中一講就是康廷前兩天在他的這個土青年圖讀室裡面，其中就找了嘉賓跟他一起討論這個觀念藝術的時候，就正正涉及了你剛才的範圍，就是哇，那些觀念藝術家齋想，或者我的演繹齋想，就是有一種批評，就是哲學家都會批評那些觀念藝術家這樣做不行，就是過分地不有效地拿了哲學家的任務，就是靠齋想來處理一些藝術的問題，即是這個很籠統的概略的講法，我會可能有些誤譯，但重點是有一個 point， 基本上兩位講者連我都是同意，就是其實兩個專業的範疇的人去想同一個議題的時候，所行的那個進路都不同，而於是個關注點都不同，所以最後的效果甚至比觀眾的滿意都不同，即係譬如肯定相傳啲作品相對於哲學家的文章，可能嗰個即時的閱目吸引度會高啲啦。譬如有很多人很怕睇字嘅，會覺得頂唔順哲學家嗰啲咁。咁所以呢個先係嗰個關鍵咯。而有一個共通點，我覺得普遍都會忘記咯。無論哲學家同藝術家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咧，佢哋會追求突破同埋創造咯。具體例子。頭先好容易我話藝術家就冇哲學家咁邏輯嘅咁樣，我哋好容易一般二分，呢個係好人之常情嘅二分，但係個真實情況唔係噶嘛。具體嘅尼采係最一個唔邏輯嘅哲學家，但係我哋普遍都喺尼采嘅哲學思維裏面揾到好多所謂啟發或者一啲答案啦咁樣。但係至少就係尼采係一個好嘅例子，體現到就係、是。藝術家同哲學家有個共通點，就係希望喺個問題上面揾突破點咯，咁樣。記住睇下一個節目。係啊，即係都主持人都做嘅，都做埋。應該冇，仲有冇其他問題？如果冇咧，我諗即係一個結尾都收得很好喎，即係可以直接就。幫下一個 talk 咧賣埋廣告咁樣咯，咁就係一間咧四點半咧就係、是、有下一個 talk 嘅，咁就係講藝術思考同埋思考藝術，咁就係、是、藝術哲學嘅一啲議題咁樣咯。咁係啦，好多謝台上三位嘉賓啦，譚偉平、柏相傳同埋阿梁戰鋒 Jeff 嘅，係啦，好多謝大家啊！咁一間四點半見啊！